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我跟你说，我这项目有戏啊！你赶紧给我核个电话。什么情况这一天？微信也不知道回，啊？电话打几个也不回。什么情况？他以前也不是这样啊。你现在呢？已经做完了方案陈述，告诉你也没有关系了。嗯？十一住院了。 啊！急性阑尾炎，手术很顺利，别担心。不是住院，你知道你不告诉我？你刚刚在里面不是谈项目吗？那住院这事儿，你不当我不知道啊？这事儿，何群，恭喜你啊！哎，恭喜啊！哎，你的方案已经通过了。请稍等，我去准备合同。一会儿见。不用太感谢我哦。我感谢你。 但是你跟张总说一声，你这合同后面签，我有急事，我先走了，好吧？后面再签，马上一会儿就要签了。我有急事，我先走了。什么事儿？这干嘛呀？马上就要签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让他快递给我。十一住院了，我得回去看他。十一又十一怎么了？他病危了吗？哎，别说了，我得来不及了。你别拉着我，我真要走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啊。侯爵，你太过分了，你简直滥竽充数。 十一人人剧透就跟你机场送资料是为了什么？是因为你能成功，这是你第一个项目，就马上就要签合同，你现在总不合适。没问题，我心里有数啊。我觉得在十一生命的事上，其他都不重要。你也不想，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他吗？你先把合同签了再走啊。没关系，没问题啊。这些都不重要，现在电梯怎么还不来才重要？ 过探视时间了。啊，没事，你小点声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哎，我掉哪去了？没事。 没事，我那个朋友在里面，我去看他一眼。哎，不行，探视时间过了，明天再来吧。我都到了，哪有进去呗？没办法，这是规矩，明天再来吧。你有男朋友吗？问这个干嘛？哎，你要是在外地出差，你男朋友突然生病了住院了，一个人孤零零的，你在外地那么着急也赶不回来，好不容易赶上了最后一班火车，坐了三十多个小时。 刚刚到，已经是深夜了，但是很想见他一面，你说怎么办？起床。24。最里面往左手，快去吧。谢谢。哎，别影响到别人。放心。去吧。谢谢。没关系。 护工吗？不是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这么快吗？现在不是那护工挺贵的吗？然后我也缺钱，我就过来打打零工，挣挣钱的。怎么样啊？疼不疼？没事儿。哎，你的方案怎么样了？我的方案，他们说是要商量商量，过两天给我消息。 那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，都这么晚了。不回去，你在这住院，我怎么能回去呢？就是一个小手术，没两天就出院了。小手术谁是手术？对吧？看看人家，那边都有护工，你没有怎么想，我得陪你。我也有啊，海星嘛，他本来要陪我，被我赶走了，他在这儿，我可别扭了。他走了，我更得在这儿待着了，对吧？别管了。 还是我留下吧，你在这能干嘛呀？十一要去卫生间怎么办？我什么干不了，我什么都能干。你去卫生间，我就找你护士带你去。真不用，都走吧啊。
就算不收一壶茶房，也会把你们轰走的。没有没有，你这个还真不用担心。这某人啊，在给那女护士讲一个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，我们就留下了。什么爱情故事啊？没啥爱情故事啊。你别管了，我在这陪着你啊。那你睡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们两个女保镖，赶我一个需要被保护的人回家。 不合适啊，这是。你们再忍，我打电话给你们公司了啊。行，你赢了啊，我妥协。快睡觉，快睡觉啊！你们两个这么看着我，我睡得着吗？你要不让他躺下，你起来保护他。 擦擦手，擦擦脚。给我吧，我自己来。你别动，你现在是病号，你得听话。哎呦，自己能行，你给我吧。你有个病号的样子行不行？这小伙子一看就在家老干活，动作挺麻利的。是啊，在家老挨欺负，这好容易有个机会，出来折磨折磨他。 你别听他的，他根本不是这样的。平时，哎，姑娘啊，你别要求那么高，这小伙子这么不错，我那老伴来陪泳，什么都不会做，哎，气得我都快病危了。<笑>您别对我笑了，我这伤口不行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不说话，我不说话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自己来吧啊。这样，你帮我拿着那个液，我要出去刷个牙。刷牙行啊，那等着我给拿过来。 不是，我不能都在床上弄啊！扶我下去。你待着，把牙膏拿过来刷，不准下床，听话啊！开饭喽！等吃完饭呀，我就回队里了啊，还得对事儿。去忙吧。来了。啊。
侯爵，哎，如果你想续约呢，那可得抓点紧了啊！我们十一现在可是明星保镖，排队可长了。啊，明星保镖，那我说雇不起来啊。差不多。没事，等我陪他检查完，我立刻就去，谁也甭跟我抢啊！谁抢我就跟他急。